睡醒了，那你睡醒了，你睡了好久好久了，你睡了四个多小时，哦，饿不饿啊？哎，口渴了是吧？我帮给你装点水来喝啊，装点水喝去啊，好吧？啊，这个，嘿嘿嘿嘿，这小嘴巴，这个。哎呦，今天睡到5:30了，现在四个多五个小时。谢谢。谢谢。宝宝，宝宝，宝宝，教育，你醒的，哦呀，饿了没有？饿了吗，宝？饿了，饿了吗？饿了没啊？饿不饿？快尿尿，好不好？你在妈妈在后面，啊就。六个，睡醒心情最好了。阿哥，
牛牛，牛牛，喝牛牛啊！喝牛牛，要喝牛牛。饿不饿？不饿不饿？饿不饿？饿吗？饿吗？哦，喝牛牛，喝牛牛，明显的动作，给牛牛喝。换尿布去啊！换了尿布去。等一会儿喝饱了不好换。艾米，换尿布了不？饿啊！好饿啊！啊，那我们换完尿布行吗？等着你等我。饿了，等不了了。那现在冲啊！现在冲啊！对，现在喝，现在喝，现在喝啊！哦，喝喝喝，哥，我去冲。那妈妈给你换好不好？妈妈给你换尿布，妈妈换尿布好不好？换尿布了，宝贝啊！哎呦！哦，乖，来，妈妈换尿布，爸爸冲牛牛，好不好？一下就好了。好不好？哦，饿了哦，我叫宝宝饿了。哦，妈妈很快就好了，宝贝啊，很快就好了，乖乖啊。你再忍一下子啊。哦，宝宝，妈妈知道了，宝宝饿了，就乖喽。爸爸来了，爸爸来了了。爸爸来了，爸爸来了，宝贝。哦。这个奶瓶谁的呀？是你的？是不是你的？哎呀。哎呀，快点穿好，我们就喝啊！穿好就开干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哎呀，穿好了。你穿好了没有？你穿好了没有？你让爸爸等一下子，马上就好了，好不好？让爸爸等一下子，我宝宝就穿完衣服了，穿完衣服就干牛牛的。肯试衣服了。肯试衣服了。稀客的，好了，干牛牛了，嘿嘿嘿嘿。5个小时，还可以1分钟，不用啊。胖妮老师喝奶吧，赶紧把菜做一下。肉呢？好像买的肉。还是出事儿了，老向把那把心刀非常非常快，瞬间割破了，我现在敲都不敢放。